这个师姐，咱今仔日吼，咱来参加着进修。其实进修因重大，而且个感受就是咱的灵性，因为咱的色心呐、啊，咱的凡体有新的想法。咱平常时啊，咱唔知啊，咱的灵性，伊的需求是啥？伊要甲咱讲啥？伊要予咱知影啥？唔知。所以讲灵性吼，伊会当予咱知，就是跳目睭皮，头壳痛，搁再来吊心肝骨啦，搁来缩你的心肝骨来去，搁来予你心脏跳足紧。这拢是连气病，连宫病。啊，为怎样讲？伊会用这几招？因为伊甲你袂通，因为你听袂到，你袂当去想到伊的问题，所以讲伊只有安尼用到较有你艰苦的所在。啊，去让你了解讲连有要甲你。有代志要你知影，所以讲，当咱今仔日心头闷闷，然后倒手会疼，对啦，疼真久啊，我顾袂好。我甲人讲，倒手会疼，这是你的夹高病，夹中病，这咱先慢车讲，咱先讲你的心头闷闷这个问题，你的心头闷闷，这就是你的灵炉的气门。好东西啊，灵修内底的灵气无解运转清净，发掉的闷伤。炉内底闷伤，要安怎处理？灵炉内底气闷烧的中间。你一定要透过五秒，慈悲爱求五秒，就闹严重，甲这个灵气灵功病来，都爱求五秒。求五秒安怎呢？道理开你的八卦，开你的五行之气。你要如何来求这个法？第一，你爱先。甲无结五秒尊求，无结五秒尊，信你，到这段时间来，朦朦胧胧修行，嘛甲人灵修一阵，虽然是有心，但是我嘛无真正了解到我自己灵性要安怎样提升，所以讲地主讲我。本身的灵体束缚，无法度通旋转法轮，求五秒慈悲，甲我度化，甲我帮助，求我，予我一臂之力来打开着五气调元。安尼，你家禅定，禅定的中间，当然爱看倒一尊佛念，伊要来甲你帮助。倒一阵母娘要来甲你帮助中间，咱会甲你传示，了解了后，然后自然，你的这个心头的中间，这个灵气就开始在运化，在开始运化的中间，首先，咱必须要知影讲，八卦要安怎开。然后咱才有通去进入到五气调元，八卦袂晓开，无法度。心性伊会当做咱的气，但是脚步运转是靠你的肉体，脚步运转是靠你的肉体。所以讲，你爱修身，先用你的脚，正脚一步，倒脚一步。安尼连续打八步，变成一个圆箍啊。然后这个八卦打好了后，然后
体入去八卦的中心点，就是耳廓啊内底，然后目睭起起，渐渐，然后有一股气，也就是九天罗庙，还是昆仑地庙，还是多一位罗庙，伊要甲来做法的时阵，伊就甲你的法轮转开。啊，你的法轮内底由小至大。会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爱转的中间会围着你的身躯顶，会踏出足济足济足济的万事念去，啊，迄叫做物流之气，迄就是束缚，伫个规个芦荟内底，吼，甲你束缚掉的。就是爱讲啥，浊气。嘿，所以讲。要如何去如何还清，这是很重要的练习的一个课程。方法不对，只在那里扛转发轮。等一下，老师是身体有看要怎么做给我加一下。所以说我们很主席就是最主要在修行的中间要了解好，要安怎样把这个心头这个卦零三八卦来拍开？拍开这个气，伊才有法度把它提升。提升到倒位呢？咱的炉顶，炉顶就是结一粒丹呐，一粒圆的丹。迄圆的丹就是老庙甲咱祖辈所讲的灵宝。所以说我们修就是在修这个，所以说由中天的灵进行先天的性，就是观性。所以说老母娘跟我们说，这粒就是金元本性。所以说我们修行说困难是真困难，困难来给我们一支，你就可以克服省心的省，你要省，你要言而有诚，有讲你要做一道，安尼即个省，上天就慈悲啊。好，感恩大家，咱甲咱解释大家。